来几包三包，来你要我的，来两包了。对啊，就说目前线上大概400多人，500人在看。来打七五折哦，这样几包来帮我的，来我们计价，不然话这回就没几包了。来帮我过来，也是劲辣刺小腿，卖二了，卖二了，没有了，对了获得了。牛肉汤啊，牛肉，嘿，来，美式牛肉汤，美式红龙牛肉汤，来三包过来。但是哦，牛肉汤无人来卖哦，伊名了哦。哎，连这我拢发到品牌，厉害了。看好，我若品牌了，你就怎好袂你话俗啊？来三百，招前面啦，牛肉汤。来招头前一招，牛肉汤，来三百。红龙的很出名，很有名，很好吃，你喜欢名的爱喝酱。来上吧，就这边了，红龙牛肉汤。有吃牛的可以买哦。真的好吃。好吃哦。金龙山系列别别都来几个哇，三包哇。我一包成功，每日不放80块，你搁咧考虑哦。来三包红烧这边了，我一包的真正豆汤。但是你要坚持，我要收啊！拼命上场的方面，来，等我来三包我来，来你上，你也过来，叫三包我来。那你呢？我了解，了解啦，啊，就卖完多来，而且大多了，一节呢。无这物件卖你三包，我一节包啦。要几呢？要几呢？一包，两三包，我白听。哼，命啊！对，这个，哇，牛肉牛肉。哎，美式牛肉的。来，峰哥，来你那边先找钱。来，你这边。我这个会在这里、啊。来，这样子呢，红龙牛肉汤，还是火锅哦，哎、欸，蛮贵的。那不啤酒哎，春节了，来先生。来，你要不？来不啤酒啊？250就好了，没有。250给我。250也没有。我峰哥想哦，牛肉汤的你不在意。阿姨兄，你哪位啊？其他别别啊，莫啊，你别啊，很麻烦。哎，对呀，美式鸡腿，美式鸡腿，美式薄粉鸡腿，炸鸡腿，两百五毛。别退了。哎，说真的，哎，鸡腿现在很贵呢。对。啊，我专卖的就是鸡腿了。哎，我专的是绝对，绝吧，阿内。哎，起码拢偏离轨道，他说美鱼啊，什么都没绝对。嗯，鸡专卖店。鸡专卖店有啥地方？这不是辣的，这是蜜汁鸡腿，哦，果粉也是果粉蜜汁鸡腿都叫，一斤三五，三斤一百，六斤二零，七斤二零，八斤二零，来你要我能发的，就前面了，最后一箱了，你又看不到它了，才200块了，来过来来，给你汤底会解的，美式蜜汁果来果粉蜜汁鸡腿来，来炒点加几点来，来三斤二零，七斤二零，这不会辣，这不会辣，这是蜜香口味的，来六斤。来七斤八斤，大感谢你哈！来两百块钱，不是要收啊？包机啦，来到十机会啦，来两百块来卖卖了了呀！来薄粉鸡腿来，也是薄粉蜜香鸡腿，来七斤，来八斤，来九斤，来十斤都可以啊！来两百块，最后五个人呢？美式蜜汁鸡腿通通有了吗？两百块，大你去收拢买买，看心情你会怎样？我是千块我得了，哎哎，好啦好啦，大都唔好啦。来美式炭烤小腿，美式小腿，美式普通饭对，美式普通饭啊，美式，干嘛用？美式黄金鱼蛋，鸳鸯虾饼，谁要吃美式鸳鸯虾饼呢？来三八几那边来，能八块多，对吧？不要了，来大哥150就好了。啊靠，我请假，大哥请假，大哥请假。我开始，我唔在一起，听你啊啦，哎呦，好啦，你来开啊。我想花一两钱，看看，你可以来结账过来。来，要吃普通饭的来，2000块来。大哥，你准备叫？也是三只就900了。来，三个客人哦。三个人结账都直接给三家，请假后去啊，一个人三只，不用900了，800、700都给你掉，来，我办过来。我办普通饭去。出来啊！这两只六百块啦，来我包过来。对了对了，还没把奖给我呢。我无无含魅力了，谢谢。
外面外地一千块，你五百。五百。红旗那天两只五百买落来，来这样两个。我是要卖，所以我得爱介绍，有卖啊，好无卖啊，小菜啊，谢谢。你卖就是规盘一千块，你先乎你时间骨够，快六只千块你买得到。来，阿要食牛柳来，牛柳要只开两百块块。美式黑胡椒牛柳，来两百块块。炒洋葱最好吃的啦，哦。我今日时间早早，大家慢慢啊看，我小小啊卖得到啦。来七八个给你啦，唔免三百啦，来两百了啦，来那个小牛牛龙瓜，来给客来，七八个，来两百块的，哎胡椒牛牛，包买到了吗？是啊，你在九分钟，见，你真的炒半颗洋葱真的很好吃呢，来两百块，他说三个月会减了，来请减了，黑胡椒牛牛。今天好点，来两百块，最好点了，有了吗？来，接下来去。这是好啊，你有用钢切切无？来，你有交钱了，就来查查。来两百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来一百五来大火锅的，对吧？大火锅成交。来大火，大火，大火弄来啊！一百五。牛肉牛肉什么几人？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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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啊，那个牛肉汤什么人便宜啊？五块啊！我问你一下，三百买三包鱼啊？五块，你你应该喝生命之水啊，九十八的。来一个牛二两吃小腿来三八火，这怎么办？七八啦！哦，刚刚被七八牛肉汤那个五十八。五万啊！三百三八，哪款比较好卖的？这七八几了？牛二两，来两百了，对吧？两百块，花钱拢可以，两百两只小腿，两百块一个杯子，你喜欢哦？来两百，三百杯就两百两只小腿了，有了哦，来下一杯，煎然后平底锅用烤箱烘一下，一包就两百了，两百两只小腿，不会加两包哦，不是一包，这不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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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两不是辣的，来拢给其他两百块，直接两包两，烤箱不有接两包，拢给其他人家呢。欸、你阿爸对啊，今麦靠肥了，只啊，我无便宜，谢谢啊。大锅啦，先两包肥肥，来七八块。七八。卤鸡翅，一百块。卤鸡翅好吃。就有两包了，七八，七八，下面加肉给起来，多加肉给起来，七八。来，黄金驴蛋，别炒，炒。炒炒炒炒炒炒。是啊，几盘？几盘？几？几多钱？哦，我叫黄金鱼蛋行不可以了，来要吃黄金鱼蛋的来四个客人，来一百块，黄金鱼蛋有没有吃？来请八块，我讲我是不爱亏啊，但是吼，你看人听吼，不会顶价，人没有讲黄金，我是讲到好，来五个客人，哦，好香哦，来五个客人了，好啊，黄金鱼蛋现在吼太贵了，没有人要买，没有人要卖了，没人包。五个客人，一个翅膀个腿吧，来两包，两包黄金鱼蛋没有了嘛，来两包，大包，今天我今天就准备了，包了一百块黄金鱼蛋，煮汤煮火锅都可以，来大包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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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到这样不也？干了干了，来这样结两块一百块黄金鱼蛋，干了干了。一百块，一百块。